什么时候机会会来呢？不知道啊，对不对？可能机会已经来敲门了，你不知道啊。所以咯，就讲回来，我们每一个人呢、啊，机会有没有来给你敲门？不知道，对不对？什么时候是机会？现在就是机会，遇到超马就是机会，是不是？那有没有把握呢？不知道啊，是不是？十年河东又何夕，对不对？就我有时候在看呐、啊，有时候看一些哎离开的啊、哦、以前的学员，我们衷心祝福他，希望会过得更好，对不对？但有时候看到一些啊、哦、什么样的一些，或听到什么样的一些，觉得心中也是无限的感慨，就这样的。所以能够在超马世界，在当下，你能够把握的人是最有福气，对吧？你就赶快好好把握，就像你现在啊，是不是？今天下午推掉多少的约，对不对？来到公休教室，赶快为自己鼓掌一下。真的这样子啊，不容易啊，在红尘里面，礼拜六下午，是不是？真的，有些学员能够出来家里来上公休，都还要轻手轻脚。到门口穿鞋都不敢大声，然后赶快溜，然后再赶快溜回家，生怕人被发现，是不是？有时候我听到这个，我也是觉得，哎呀，蛮寒酸的，哎，心酸的，不是寒酸，心酸的，哎。那也不要气馁，现在就是吃点这点苦，可能哪一天因为你又影响家人，就全家都是超马人，也说不一定呢，对不对？所以能够当下抓住机会，抓到重点。才是有福之人，好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，都要自力更生呢，自给自足。前两天有个人问我，导师，我还是问你一个同样的问题，我还是在钱财方面赚不动，那你又跟我讲很久，那我又做了很久，但是我还是赚不动。请导师开始，我要如何才转得动？我跟他讲啊，这个穷则变，变则通，是不是？已经穷了嘛，你还不变，那不穷下去了吗？你要变呢，是不是？那怎么变呢？搞灿呢？先把你生活的步骤变一变。是不是原来没有在这个落实《弟子规》，要落实一下，是不是有动一动，才会知道哪里对哪里错。没有动，你怎么知道哪里对哪里错？那错了一直在做，当然不会发嘛，对不对？人世间呢，际遇很重要，际遇。好，不管你今天是博士，还是刚出社会的新鲜人，际遇很重要。没有一个际遇，你说你要真的怎么样幸福圆满，你真的是要靠天吃饭。从年轻就发到盖棺前的，他不能够体会出我讲这句话。曾经吃过苦的，后面发的，他才会觉得际遇真的很重要。